性感的三国女将孙尚香与张飞、关羽两大关主上演肉搏秀，扮演孙尚香的就是在网络上人气超高的宅男女神 NONO 郭婉允，假日现身西门町，让玩家们看得目不转睛。三国故事因为大家都很熟悉，平常以前看三国演义等等的，然后因为很熟悉，所以更能够上手角色，然后身为里面角色也会对角色有熟悉度，然后更容易跟对方对打，然后可以上瘾这样子。原来 NONO 这身装扮是出席游戏神手消三国的庆功宴，他颠覆了传统玩法，加入真人对战，多了线上 PK 的快感，使得游戏短短上市一周已经突破150,000次下载。电脑上面比较适合大型一点的游戏，然后可是因为手机的话，通勤时间或是其他闲暇的时候拿起来，然后加上神手消三国是一个很容易，就是很容易上手、很简单的。那同时在一些闲暇的时间里直接玩。不但有宅男女神 NONO 性感扮相与玩家互动，现场还提供了 iPhone 6手机与电影票抽奖回馈玩家，势必让神手消三国的支持度再掀高潮。iStudy 采访报道。